迎我们的老板阿泰。料理可以让我们就在这边，就可以好像融入到泰国，所以就是古董等级的古董等级的这些餐具吧，是吗？是有这个，这个算是古董等级的。哎，它是铁的耶，对，它是铁盘，我没发现，因为我们刚刚这样看，我刚刚也是瓷器，对，原来是以前阿嬷家用的那种瓷盘，这样子很像，五六十年了。所以你们泰国都是用铁的比较多，以前是，现在去收刮回来的。哇，真的，感觉用这个要戒慎恐惧，对啊，古董用古董全是。但铁的还可以，对，还 OK。那我们应该怎么吃？我们要先从南部开始吃，还是从北部开始吃？前菜，前菜开始。这看起来像香料，一堆香料。我给他介绍，就是这是一道菜。它是一道菜，它是我们前菜，然后蛮多客人蛮喜欢的。客人应该都是先拍照再吃吧？这摆盘那么漂亮，对，大家好像都是先拍照再吃。肯定现在人，我们刚刚也是先拍照，对，我们先拍照才坐下来，对，才坐下来录的。两个叶子，那这个最传统，它是胡椒科的叶子，然后叫易乐叶，易乐叶示范一个，用这个叶子来示范。这整道菜是叫什么啊？就叫我把它翻成青叶卷。青叶卷，青叶卷。这是肉酱吗？这是它的酱，所以用酱也是有顺序。可以先抹酱，对，抹酱。然后酱的话是鱼露啊、椰糖、南姜，还有香料。所以它吃起来咸咸甜甜的。那这是烤椰子肉，烤椰子肉，我以为是蒜酥。椰子肉，然后虾米，然后这里是花生，这三个都是我们自己烤的。然后这边是为什么要紧张？洋葱，红葱，对，你不能吃啊？我可以吃啊。好，然后这边是姜。因为它感觉是那个味道是非常小小的一个，可是它包了好多东西在里面。建议每个都来一个，柠檬连皮一起。辣椒的部分是绿的比较不辣，红的比较辣。可以先从绿的开始，然后这样子包起来一口吃，留下来试试看。天啊，那叶子好香哦，好像叶子本身就有味道，对，很像，对，有那个精油的味道。对对对对，我好想吃哦。那个味道好脆，那个声音很响亮。芥蓝叶很好吃，可以试试看。它好香哦！我刚第一个吃下去，是我鼻子闻到那个叶子的香气，很像一点点那种精油淡淡的清香。然后之后就一股辣劲冲进来，然后还有一个甜滋滋的感觉。你要外服务吗？我想要吃芥蓝叶，因为刚刚你是吃易乐叶。好，那你自己来。好，芥蓝叶是不是比较？就比较小一点，对不对？味道就会没有那么浓。它其实没有什么味道，反而是比较清爽的味道。它是一个，它感觉很稳重，跟这个比起来。那你来试试看。一样是这个鲜吗？对对对。好。这个酱其实也甜甜，蛮甜的，对不对？对。那这个酱料怎么做呢？很复杂。他每次来都想要聊的。每次都想要偷老板的一些小 paper 回去。他没有要教你的意思啊。他需要。可能要从头到尾到两个小时才做得出来，两个小时也太久了吧？因为还要熬啊，里面它这个浓稠度是糖熬出来的，那它很容易烧焦。对，所以要小小火，对对对，就是以前菜来讲，它其实真的蛮开胃的。对，因为就酸酸辣辣，然后又有点甜甜的味道。来这个香肠吧，来吃个香肠。好，可以。这个香肠为什么跟我们在这边台湾的香肠，不管颜色还有里面包的都感觉不一样？它主要香料比较多，肉跟香料几乎是各半，香料香肠的，我们自己灌。香料香肠一起吃，可以跟嫩姜、绿辣椒还有高丽菜一起吃。怎么了？什么一声惊呼？发生什么事？肉会跑啊！味道怎么样？怎么有香茅吗？有哦，香茅、柠檬叶。不对，其实是柠檬叶的味道比较重一点。对对对。哦，很香的香肠哎，真的是香肠哎，很香。你为什么连柠檬叶的味道都知道？你是很常吃泰国菜啊？我算蛮常吃，而且因为我的家人，我哥哥和我嫂嫂他们是泰国控。
所以他们是会在家里头自己有时候会去用这些泰国菜，然后还会自己煮泰奶，然后很爱带我们去吃泰国菜，然后重点是他还跟阿泰是同学，明明就才刚才知道这件事而已，假装自己很熟。因为老板的名字常在我家出现，但是我不知道阿泰怎么样。对对对，阿泰说这家店怎么样？阿泰说那个泰国去哪里玩，一定要吃什么。然后我心想说，这个阿泰在我们家已经出现十年了，但我从来不知道是今天才见本人。对啊。还是在工作的时候才见到本人，真的是久仰大名，久仰大名，好不礼貌，好吃。你怎么了？我一口饭。我觉得我们现在好像在逛那香料超市。对，就是各种不同的香料，而且我觉得今天有开发我的味蕾。其实我看到它沾满那种红红的，像辣椒一样的，但是其实就不会真的这么辣。对对对。对。有一个辣椒的香味，但是不是辣味。对。因为它的形状让你会让你觉得说它是香肠，可是其实你闭着眼睛，但是你会觉得它是吃到一块非常新鲜的一块猪肉，然后有做一些香料的猪肉，对，所以我觉得它跟台湾香肠有非常大的不同。那接下来是这个，对，螃蟹炒蛋，超期待咖喱炒蟹，那我吃饺。好。这个黄黄的是蛋吗？啊，对，然后它有蛋跟那个蟹膏在里面，好嫩哦。我们刚才上来的时候，老板就在炒咖喱，结果那个整个那个楼梯间都是那个咖喱的香气，超级香的。我觉得它嫩到有点像鱼肉的嫩度，有那个鲜甜的。味道，重点是它的咖喱不是我们吃的那种日本咖喱，就是什么苹果的甜，甜甜的，对，或者是有另一派的咖喱是辣的，印度咖喱，对的，对，印度咖喱是辣的，但它的就是有那个奶香气，对不对？让你会觉得吃下去这个咖喱是多了一个润的感觉，而且有进到螃蟹里面，蟹肉里面。吃炒这套菜要很花时间吗？大概10分钟左右。10分钟左右。十分钟也还好。对啊。我做一道来讲，以专业做菜来讲，因为我刚刚想说，炒一道番茄炒蛋就要炒一个小时了，切菜什么的。你这里头一定还有又有加其他的香料。有有有，还有一个是辣椒膏。辣椒膏。对，外国有一种辣椒膏，拿来炒菜。拿来煮汤，如果煮汤的话，就是酸辣汤里面就会需要有辣椒膏。辣椒膏本身也是会辣。你说那东洋贡的不辣的？对，辣椒膏不辣。那我可以问一下，这个上面的这金黄色的酱汁，大概怎么做吗？咖喱粉，然后辣椒膏，蛋黄、奶水，还有白酱油。白酱油？对，泰国有个白酱油。好酷哦！真的是白色的吗？是淡色的。但是也是浅咖啡，是这样子。对对对对对对。而且它辣度算微辣，吃起来也算是温润，我觉得不会到太呛。而且它咖喱粉是不是要先炒香？好，咖喱粉先炒香。你这样一讲，那你会做菜？是不是？不会。我会讲菜，讲到一口好菜。所以只要准备这些料理，在家就自己还可以尝试，还是你可以教我们大概顺序啊，怎么用？我们可以自己在家尝试。可以哦，但是辣椒膏一定要。辣椒膏。台湾买得到辣椒膏吗？可以，两三个品牌。OK， 先爆香蒜、辣椒还有洋葱。然后再加那个咖喱粉，还有辣椒膏。炒香完之后才下螃蟹，然后螃蟹大概把它煮到3分熟，就是它的壳大概有是橘色，完之后再下椰奶，奶水。加奶水。对，没有奶水的话就用椰奶。下完之后直接盖锅盖，让它整个滚起来煮起来，最后关小火，就是加入那个蛋液。然后做那种滑蛋那样子。就是在上面。薄薄的用一层，对对对，然后最后才下蔬菜，蔬菜就是有芹菜、辣椒还有葱，这样都跟螃蟹一起这样炒啊。对对对，就完成了基本上。小雪会做了哈？不会。回家大家可以试试看，对。但不会做就来这边找阿泰，他会做给你吃。他会做给你吃，但是要提早预约了。这要提早预约。对对对，至少前3天。前3天。
好，那接下来是喝汤了吗？好啊，来喝汤。哇，好香哦！阿泰，请问一下这个汤叫什么汤啊？南姜鸡汤。南姜鸡汤。在泰国来讲，它是金丽汤。金丽汤为什么？南姜可以抗癌，然后那个香茅可以抗菌治感冒这样子。啊，这么好，就是你们平常喝的补品。啊，对，如果比如说像泰国北方，它比较容易天气有时候会冷，不会湿的时候，不感冒的时候就可以喝这个。哦，好。很像我们的那种，我们在夜市都很药炖排骨那种感觉，对对对对对，不是是为了对要补身体的时候，但是它是比较清爽型的，它看起来就是淡淡的，可是其实它味道我觉得还蛮浓厚的，我觉得是很厚实的味道。而且是有点微辣，难怪刚刚老板叫我们要小心喝，对，小心喝会有点辣辣的。它其实喝起来的感觉有一点点玉米浓汤的那种浓稠度，但是它的吃下去的话，它是有一个酸酸辣辣的感觉，然后再来很像是喝了一口浓浓的椰奶。但是因为我觉得有椰奶的关系，所以让它的辣不会那么呛。所以还是好喝的，这才是重点。不要哭啦，我带你来吃私厨，你哭屁啊！我不知道这么好的料，你为什么哭啊？我不知道为什么辣。里头其实南姜的味道，我们一般人是喝不出来的，对不对？对，因为它主要是三个香料的综合，就是南姜、香茅跟柠檬叶，喝到应该是这三个味道的综合。对，综合体。你吃它的鸡肉了吗？还没，怎么了？很厉害。老婆吃的菜，来来吃饭。真的很舒坦，太感动了吗？就是，因为我个人还蛮喜欢吃肉的。他刚刚比较感动，他眼泪感觉在眼睛都打转，然后就。吃它的鸡肉了吗？还没，怎么了？很厉害，因为你含住它肉跟骨头分开了，真的假的？你不用咬，你直接含住。因为我通常吃那个喝鸡汤都不吃肉的，可是它的肉很好吃，你一定要吃。所以这个也是要熬很久吗？对，需要熬，应该几十分钟还多了吧？几十分钟还长了吧？超过十分钟，是不是？就是你不用咬它，它的肉骨肉自己分离。而且可能是因为你有加椰奶的关系，会觉得说那个鸡肉好像被滑滑的这样子的东西包住了，变嫩了，而且有炖过。很好喝哎，它是炖过，但是这个也不是每次来都会有吧？有季节性的吗？对，我们一季换一次菜单，一季换三到十个月那样，就是我们一换的时候，我们几乎都全部换掉，整批都换掉。对，但是这就是私厨它美妙的地方啊，对，它可以用那个新鲜的食材去做一些搭配，而且你每一次来都有惊喜啊。对，但是这道这个汤。我可以接受，因为我是也是怕辣，可是那个辣度是我完全觉得 OK， 然后它那个酸辣度就是我觉得很好喝，而且很香。重点是那个泰国菜里头，它每个香料味道会让你吃下去的时候，我觉得就像是我们去做 SPA 会有一种被那个被舒缓的感觉。对，但是因为刚刚吃完这个，有说还有甜点，这是泰国的甜点。对，超期待的街边甜点。对，那这是什么？那这是甜的，甜的是蛋丝。蛋丝看不出来，对，它是蛋丝，用鸭蛋蛋黄，然后挤在糖水里面让它成型那样子，上面是撒白芝麻，然后这个是咸甜口味的，它的前上面的料有虾肉、椰子肉，然后上面撒柠檬叶。就是绿绿的地方是蛋白霜，这个饼皮也是你自己一片一片，对，这只能现做，好脆啊！光这个饼就好好吃哦，这是小时候的味道。口味，我说里面的馅，但是外面的饼皮有点像是可丽饼的饼皮，就是薄薄的，很脆，薄脆，很特别，它真的是咸甜咸甜，很像在吃那一种。我们传统那种大饼，只是他们多了一个那个椰香跟柠檬叶的香，对，因为又多了柠檬叶，不会用的。它这个更甜哎，对，
因为我刚刚那个咸甜的，我都已经说它蛮甜的。可是它的甜不是来自于蛋丝吧？我觉得啊，是蛋丝，是蛋丝本身会甜，是蛋丝，不是蛋丝，它跟糖炒过了，哦，它直接对，所以它其实有点腻酿的感觉了。然后可能芝麻那一集就只是一点稍微的提香。嗯，所以说大家如果对这一个所有的料理有兴趣，赶快打电话来找阿泰，好不好？赶快烦他，对对，预约可能已经到了2020年了。你都这一整年都没有在吃了吗？大家赶快尽快。对，那现在就谢谢我们的阿泰哦，谢谢你，谢谢这么好吃的泰国料理，谢谢，谢谢。我的卧室跟客厅，我这道墙我不想要，我想要有那种开放式的感觉。嗯，好，没问题。嗯，那我们这边帮你这边做调整。哎哎，阿诺姐，阿诺姐，怎么？你今天不是带我来吃饭的吗？是啊，我带你来吃饭。你为什么在讨论室内设计？我跟你说，这里这个私厨的地方超厉害的，老板娘不止做菜好吃，我们的老板还是很厉害的室内设计师。赶快欢迎一下我室内设计师。哎，等一下，不要再聊了，我们先吃东西好不好？但吃东西就是之前我想要先问一下老板，嗯，为什么会想要之前是做室内设计师，然后后来结合了私厨这一块？嗯，因为我老婆她是厨师，她之前在各大饭店任职，那嫁给我之后呢，就跟着我就是去监工，然后去跟就是开会，那。因为在之前是工作室的阶段，那现在有一个好不容易可以有个空间，嗯，那我希望有一提供一个他可以自由挥洒的厨房，浪漫的爱情故事。你有听到吗？我为了让我的老婆有个可以挥洒的空间，然后这就是他老婆挥洒出来的成品。老婆大人很伟大。你有没有什么要跟你老婆大人讲？面对镜头。对，有什么话要跟他说的？嘉玲辛苦了。有啦，短短几句话还是表达出他浓浓的爱意，真的觉得很棒。那你要不要帮忙介绍一下，就是这你老婆就是精心设计的这些菜色，我们应该要从哪一个开始吃？嗯，好的，首先我们先从这第一道，这是山药马铃薯泥的一个沙拉。然后它主要就是比较特别的是，它除了外面我们就是撒了海苔，然后就是撒了一些金箔。那增加它的一点出色性，然后里面的话呢，它其实有包一些水梨，水梨，对，水梨，包水的原因是为了增加口感吗？对，第一个增加口感，第二个因为它就是甜甜咸咸的，就是创造出一个从由外而内的一个层次感。天哪，好精致哦！你先试试看，好。而且他说他虽然他是沙拉，可是他下面裹的是和风酱油嘛，是瑞士的和风酱油。你先吃一口。好，你有弄到金箔吗？对，它的特色就是金箔。吃这个倒水梨，它不是把水梨什么磨成汁还是泥？我吃到的那个脆感是水梨，对不对？对，没错。对，它的口感，因为我们看到它是像是好像泥状的，以为它是绵绵的，但咬下去的时候还有那水梨脆脆的。所以这个算是前菜，对，冷前菜，冷前菜。所以顾名思义，还有一个东西叫热前菜。是的，那热前菜是这一道，这一道。嗯，我先帮你收。这道叫什么？炙烧章鱼脚，然后做栗子南瓜，上面有撒一些我们现炒的白芝麻。哦，炒芝麻是一件很费工的事情。那你看过你老婆炒芝麻吗？对啊，就是难度在旁边捡芝麻。他刚刚还跟我，因为他会一直哔啵啵哔啵啵这样。哦，他刚刚还跟我说，他看他老婆煮菜很疗愈。小孩子不礼貌，但是一般南瓜它的纤维比较粗，然后它的甜味并没有那么出色，其实它吃起来有点像地瓜。而且你是用带皮的，我觉得有一些南瓜带皮的话，它其实会有个苦涩的味道。但是栗子南瓜的皮虽然它厚，然后吃下去其实蛮硬的，但是它其实不会有那种苦涩的感觉。然后咀嚼的话，它一样是可以咬断，不会有那种韧性的。是，它很扎实哎，我觉得吃这个就可以饱了。而且你不觉得闻起来那芝麻香超香的？而且真的有栗子味，而且异于常人的芝麻香跟栗子味，超级浓郁的。那我现在想要吃它的炙烧章鱼，快快快！炙烧章鱼，
它很脆，而且我觉得它非常的新鲜。这章鱼脚是我们今天早上在批发市场，特别。所以如果你们每一次如果有客人点的话，你们一定都是当天的食材去现买现做。新鲜，非常新鲜，所以才会有这样子的脆度。我觉得这个调味应该也很简单吧？这个调味的话，一开始我们那个章鱼它是用烟熏红椒粉，先去做腌制。我觉得在章鱼的那一块，红椒粉的味道更出来，就是那个微微的麻度，但是也不是说不敢吃辣的人就不能接受，不会，它完全不会辣，就是麻麻的。真的，你想吃是不是？你老婆现在还有在做饭给你吃吗？这话题太敏感了吧？请问今天早餐有事吗？那除了这两道的话，其实它就算是已经进入我们的主菜的部分。对，主菜的部分。那应该要从味道比较淡一点才吃吧。对，所以我们从这个嘛，那横切面里面是包了很多蔬菜。我知道有那个秋葵。我就在讲秋葵。还好先讲。还有胡萝卜，还有青椒，这个是玉米笋。这个 I don't know， 这是什么？啊，那个是那个豆芽。是吗？啊，是玉米笋。当然。是芦笋，帮我剪掉。打错不是当然，打到是打的，对，一小错误。那我们在吃的时候要配旁边这个，这个酱的话，对，它比较特别的，它是沙沙酱的底，但是我们特别用了一个叫做西瓜沙的。这是中文吗？西瓜沙。这个干锅也是传说中的伊比利亚推出。你看，好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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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真的好薄。如何？它的那油。跟它的瘦的地方，它这个结合的部分是刚刚好，就是伊比利亚火腿的那种坚果的味道。那我们在吃的时候要配旁边这个。这个酱的话，对，它比较特别的是，它是沙沙酱的底，但是我们特别用了一个叫做西瓜沙的。这是中文吗？西瓜沙是一个中文还是？其实是日文。啊，它是日文。然后对，西瓜沙它其实是在台湾叫做香芦。我是直接这样沾着吃。你可以先单吃原味。单吃吗？好美哦。所以外面裹的那个肉是猪肉。对，我们的就是黑猪肉，台湾黑猪肉的里脊薄片。我觉得这个有点像是那个他把那种蔬果型的生菜沙拉吧，用另外一种形式去呈现，所以它淋个酱，清爽型的食物，它清爽型的。我觉得加了西瓜沙会不一样。你第二个蘸酱试试看，好。如何？好香哦！我很喜欢这个酱。沙沙酱是辣的，这个完全不会辣，而且它的那个。番茄味很香，因为它感觉就是非常新鲜的番茄去切，没有放那种什么番茄酱之类的东西。对，因为我们的酱汁啊、酱料基本上都是我们自己做的。而且我一直很害怕那个里脊会很干，没有，那个里脊好嫩哦。因为我们是用酥肥的方式，把它放在真空袋，真空之后，然后我们做一些简单的调味，然后呢，酥肥鸡它放进去之后。它是用低温烹调的方式，低温大概是几度到几度之间啊？大概60到70度。60到70度，所以吃起来不会很干的。对，那另外就是它的温度可以控制在我们要的温度，而且时间是可以控制的蛮精准的。它的肉汁完全还是锁在里面，对，所以才不会让我们吃起来干干柴柴的。这就是酥肥它厉害的地方，但是也是挺麻烦的，对不对？来，我来沾那个西瓜沙。西瓜沙。那他在吃的同时，你可以教我怎么做这西瓜沙吗？你说沙沙酱吗？对，沙沙酱最基本需要什么东西，你知道吗？它会有番茄，一定有番茄丁。对对对对。然后第二个就是它有洋葱，然后一般来讲我们有时候会用柠檬，但是这次我们稍微特别一点是用西瓜沙。然后它我们佐的酱料，一般我们会吃到比较沙沙酱带点辣的，我们有加 Tabasco。这道真的我觉得不错，而且这个可以配好多东西，如果配一些什么生菜沙拉，其实上面做这个也是很好吃的。那再来是要吃这个长得非常特别的水饺，因为它是意大利饺，那我们里面的话有两种馅料啊，两种，该不会有包钱币在里面吧？吃到的人今年就会拉过年的应景的意思嘛，它红红的也蛮喜气的、啊。那个红红的是我们是用红曲，然后跟杜兰小麦粉。去做混搭，然后我们创造出一种比较喜气的颜色。
那你说刚刚你说那个里头的料有两种，一个是干贝哦，那另外一个干贝、原力干贝，还有银鳕。银鳕就这两种口味。银鳕是鳕鱼的一种，对吧？对，它其实我们一般在外面吃到的就是鱼干的叫原鳕。原鳕，银鳕的话，它就是它的肉质跟它的那个鲜度，它会更超过一般外面的原鳕。嗯，所以对我们特别选用比较高，就是好一点的食材，嗯，然后把那个鲜味提出来。那这个白白的酱是什么东西？乳白色的酱。白酒，白酒酱。其实吃起来也有点像，就是白酱，对不对？就意大利面的白酱。对。然后我吃到的是银鳕的口味。所以是分开，不是包一起哦？不是，是分开，所以你可以自己随机的，就是。我觉得它的干贝多了一层 Q 弹的口感。因为它把干贝啊，还有银鳕，其实就是那种稍微一点点海鲜的味道，所以它其实我们刚刚这样一整路这样吃下来，我发现吃下去就是你会觉得比较都是比较清爽的，对，比较不会这么负担。我们进到下一道菜，我最爱的松板猪，你真的吃过哎？松板猪是猪的部位最好吃，口感最棒的。但是因为你的料理的方式不一样，所以会跟我们平常吃煎的松板猪又不一样，对不对？是的，我们也这个也是用酥肥的方式，嗯，所以是先酥肥完之后在表面煎过一次，对，再煎过一次，好，然后再吃嘛，煎一个，然后还有烤。你是不是想吃？好啦好啦，哎，给，帮他拿一块啦，你拿一块，因为他很久没有，对啊，你很久没吃老婆吃的菜，来来吃饭喽，来哦，嗯，你有偷偷吃到那个苹果？哦，不是，我吃到苹果酱啊，拿。给你一个，为什么你的就特别可爱？这是你专属的，对不对？然后为什么他很特别？刚刚拿这给他面有难色，因为他就是要拿他自己专属的。然后我宁愿用手，我也不要。怎么样？刚刚吃下去口感觉得如何？真的很 Q 弹。原来猪肉的味道是这种味道哎，因为我觉得它真的是保留猪肉的原味，可是。一般我们在外面吃猪肉，你会不知道原来猪肉真实的味道其实是长这样子的。对，你选的这个猪是选用温体黑毛猪。嗯，温体黑毛猪它的味道就比较不会这么浓，然后它的肉质也会吃起来特别的香。我觉得更有嚼劲，跟我们一般吃那个软软的猪、烂烂的猪肉比较不一样。而且它旁边的那个是猪油花吗？就是旁边那个油油的部分，那个我觉得它一咬也是断，一咬就断。嗯，而且那个油花。那个油花的香味可以帮助它整块肉的，就是鲜甜感有更提升。哇，真的？那你说旁边这一个是什么？苹果丁跟什么？嗯，它是苹果丁跟洋葱，然后还有凤梨丁，然后我们去把它做一个，就是苹果酱。所以是自己研发吗？嗯，自己做的。那因为我们一般来讲，我们在外面吃的苹果酱一般都是，如果是甜的话，有苹果派，它都是苹果酱里面，顶多会加上凤梨。嗯，那你会，那我们这个可能会有点肉桂，肉桂，有肉桂啊，对，有肉桂。那肉桂是高级的味道。嗯，那我们有加上了洋葱的部分。哦，里头怎么这么小坨，这么多东西啊？好费工哦，他们家的东西都小小的，可是都好费工。对啊。所以它吃起来其实有点特殊的，就甜甜咸咸的味道。那我觉得其实那个层次，就是一开始先吃到苹果的跟肉桂，跟凤梨。然后有咬到洋葱的时候，其实那个洋葱的那种鲜，跟那种咸的感觉，我觉得就会出来。肉桂放好多，肉桂好浓啊！我说直接第一口就是，你臭鼻就是肉桂味，感觉是那个苹果有泡过肉桂，太感动了吗？没有，就是那个，因为我真的还蛮喜欢吃肉桂的。然后老婆我很久没煮给你，又回到这个话题，因为他开始跟他煮下去的时候，他眼泪感觉在眼睛里头打转，然后就我真的很他是来上节目控诉的，是不是？对的。因为我其实，你说没关系，你说我们大家都有时间等你。你需要卫生纸还真的有卫生纸那当然不用，只是大家擦个手，再看看手。谢谢。
来。一起玩蛮喜欢吃苹果派，然后因为老婆就是看我觉得说，因为松板猪其实它的味道，然后有时候我们一般来讲就是加什么，比如说盐啊，直接撒盐，对，撒盐是很好。然后有时候，然后老婆说，因为她知道我喜欢吃苹果派，然后又喜欢吃因为苹果派的肉桂，所以她就搭进来。然后我们其实吃过，觉得哇，很搭，很搭。真的，要谢谢就是陈老板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秘密的陈远方的陈太太，对，谢谢。说这边有一台切火腿的机器，超厉害的，要价200,000呢。而且听说用那台机器切出来的火腿，厚度薄如纸片，口感极佳。就在罗拉姐姐你好，罗拉你好。哇，这就是刚才在外面讲的要价200,000的机器。那你现在可以切一片给我们试试看吗？可以啊。这该不也是传说中的伊比利火腿酥？你看，好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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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真的好薄。你看，看得到我嘴唇吗？好了啦，看得到。唇膜，唇膜。这画面不太好，你赶快先吃进去。如何？嗯。我觉得我知道为什么要用这台机器了。在国外的话，他们有专门的这种切的师傅，但他们都用刀切，刀切无法切到这么薄，对不对？对，因为它刀切的话就是会有一定的厚度，那厚度来讲的话，就是增加你的口感。当然香气会比较在你的嘴巴里面，但是因为我们用这台机器啊，它是去骨，从整面侧面刨，它的风味会非常完整，因为。它这样子真的让我们这样吃进去的时候，它的那油跟它的瘦的地方，它这个结合的部分是刚刚好的，对，而且每一片都吃得到，然后吃下去就是一个很浓很浓，就是伊比利猪火腿的那种坚果的味道，对，而且那个坚果的味道后面越来越重，我现在嘴巴还是有坚果的味道，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味道啊？因为他们从小到大就是离开母体之后，他们就是吃橡子。那么大片呢？哎，香味出来了！人生第一次吃松露，有点紧张，先冲到贝斯林了。你说的。那个坚果的味道后面越来越重了，我现在嘴巴还是有坚果的味道，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味道啊？因为他们从小到大就是离开母体之后，他们就是吃橡木籽，对，那它这个橡木籽很特别的是，它并不是自己掉落然后猪只去吃这个橡木籽，而是人工把树摇下来的橡木籽，对，然后再赶猪，慢慢的请他们过去吃这珍贵的橡木籽。所以连他们的饲料其实是得来不易的饲料，对，没有错。这东西用看的，光是看，我现在就是觉得胃口大开耶。有吃的顺序吗，老婆？有。等一下的话，我们先吃 tapas。这个叫做 tapas， 就是很多小点做的，就叫 tapas。然后是通常都会配下酒的时候吃的。下酒的时候吃。我们先吃这个搭配火腿，就是我们刚才现场切的那个火腿。好。这个话是在西班牙的一个传统的一个早餐式嘛。在西班牙的话呢，是把番茄啊磨成泥，抹在面包上面，再放火腿。可是我们家的火腿就像你讲的，很薄，很透光。所以呢，我把口感放在面包跟番茄的上面。你的番茄没有磨成泥，番茄是用钉。对，没有错。所以就等下就是一口吃吗？对，没有错。像我这样樱桃小嘴，如何一口吃呢？可以的，我帮你吃一下。你不要一直烦老板。好吧。它真的可以一口吃。因为上面的火腿其实一碰到嘴巴，它就融掉，然后扁掉，唯独就是那个面包长了一点。而且我觉得番茄丁很加分，它整个有甜味跑出来，就是水果搭配肉类很好搭配，就是蛮清爽的一个吃法。而且就是因为你
你知道吗？新鲜的番茄本来就是会带一点微微那种果香气，酸甜酸甜的感觉。所以这是第二种口味。对，第二种的话呢，我取它叫做很虾，很虾，因为它全部都是用虾子做的一个叉叉。下面的话呢是日本富山的白虾哦，对，然后再来的话是用龙虾汁去做的一个酱汁，龙虾汁，所以下面是龙虾，最下面为什么好像有看到干虾？对，那是我们自己做的樱花虾饼。所以总共是三层，对，因为刚刚下面那边，刚刚我吃的那个下面应该算有点像是是法式面包的那种，对，然后这个就是你们自己做的虾饼，哎，这个也要一起吃啊，那个就不要了，我连碟子都吃好了，好，我吃，我开玩笑的，这也要一口，对，这也是一口，好，哎，好鲜虾味，我觉得它虾的味道的层次非常的明显，非常的分明，而且龙虾酱的味道会在后面后段整个蹦出来，它的海鲜味好浓郁哦。嗯，我觉得如果喜欢吃龙虾酱的吃这个塔法应该很开心，而且因为你下面是用那个樱花虾子做的那个饼，所以樱花虾本来就是一个非常香的虾子，提味可以有提味的功能，而且他们连下酒菜就这么高纲，所以感觉制作的程序应该是蛮繁复的吧。对，主要是做那个虾饼，就是刚刚我吃的第二种口味很虾的那一个。对，所以 Dora 姐是第三种口味的塔帕吗？对啊，这个蛮特别哦，这造型怎么跟刚刚两种不一样？对，我们就故意做成像冰淇淋的样子。对，那它这个是日本飞驼和牛的生牛肉塔塔冰淇淋，可是呢重点在吃的时候啊，整个甜筒要拿起来的时候第一口就要咬到饼干，那它更有层次。那上面那个黄黄上面的话，那个是柠檬，柠檬，柠檬加它的香味，很香，你先闻那个味道，啊，是柠檬的香气。对啊，柠檬香气。该不会连这个饼皮那样子自己弄吧？哦，没有，这就没有了。这个就没有了。好，那我一口一口。它一直到甜筒的最末端都还是和牛。它不像外面卖的冰淇淋，就只有一半，上面一个圆圈圈吃完就没有了。它里头还有一堆生牛肉在里面。而且它的牛肉完全没有腥味耶。这个牛肉好好吃哦，嗯，对不对？可是真的就只有生和牛吗？没有做其他的调味吗？因为我觉得它口感层次还蛮丰富的。哦，就是有放一些新香料，调味有做一些调味。因为它上面放了那个柠檬的，你说的柠檬皮，所以它其实是有一个柠檬的香味。可是我吃到微微的一点酸的感觉，是你有挤柠檬汁在里面吗？没有，放酸豆。酸豆好吃，接下来就是这个第一道菜，很特别哦，我们必须在现场包两位包那个意大利的冬季黑松露。哦，这个就是这个吗？第一颗，我年纪轻轻竟然就有机会品尝到黑松露，赶快闻，赶快闻，这是厨房里面的。为什么味道这么香？松露吗？我就是见识浅薄妹，这个土包子。现在呢，我们要开始来抛黑松露。哇哇，那么大片哦！哎，香味出来了，真的是它一刨那个这么多啊！你是要把整个都？你是因为我来？基本上就是这么多。哦，还有我，还有我。你刚刚总共大概刨了16片哦，四五六的，精细耶。为什么我的都比较小片啊？因为它的那个大小会不一样，所以你有没有发现那味道比刚刚你凑近闻还要更浓了？有哎，因为它的热气会带出它的。哦，它是因为热气的关系，不是因为它的横切面的关系。谢谢，谢谢你。那这时候就可以趁热先吃。趁热先吃，就叫我不要先聊天，对不对？对。要和一和吗？不要和一和，用挖的方式。用挖的方式。所以下面是马铃薯。对，马铃薯滑蛋，然后还有点法国的板栗蘑松露酱。法国啊。我要再多大块一点，不好意思。哎，所以这个已经本身就有香菇了，是吗？这个，对，你这个好大一块香菇。对啊，这是香菇，还是那是马铃薯？就有香菇了。对。那我先吃地瓜，人生第一次吃松露，加油！有点紧张。它的肉非常这么的嫩，口感很像是像腰花，然后腰花如果煮得很好的话，它就会很嫩。你们的招牌厉害。
人生第一次吃松露，加油，有点紧张。谢谢你今天带我出来玩，今天通告费不领了。你说的，开玩笑的。吃到的一些松露酱，它的那香气跟你这个现磨的松露，我觉得层次又不大一样。对，好好吃哦。因为你在外面吃的是下面松露酱的味道，可是上面这个现刨松露片，是基本上会很难有机会可以吃到这个味道，它就不一样。就像巧克力，有白巧克力、黑巧克力，那两个味道不一样的感觉。我们在一直吃，然后屋里，然后会不会很没礼貌？我想再吃一口，因为我觉得很好吃哎，这一道那个现烤的松露片，它有一个我讲不出来的味道。你有办法帮我讲出来吗？还是你不知道我在讲什么？因为松露啊，其实每个人闻起来或吃起来的味道都不一样吗？感受性不同，对，完全不同，所以我可能没有办法体会到你所说的那个味道。对。那如果这个前菜？都已经这么厉害了，我们接下来好继续吃吗？当然要喽。你这什么问题？就是我们的招牌，这个吗？西班牙海鲜饭。我看起来好厉害哦，而且你下面还是用黑色的墨鱼饭。对，我们做墨鱼口味的。那这个之后用西班牙米，所以它吃起来口感会有点带一点米心。带米心？对，所以是偏硬吗？稍微硬一点点。对，但是因为我们毕竟台湾人嘛，所以我们很少在做嘛。那上面它的这个绿色的菜是什么菜？芥末叶，带一点芥末的味道。芥末叶、啊，这个吗？对，这个绿色的。Okay. 那我们这一锅饭的话，它完全就是用鱼糕汤，没有加任何一滴水。所以它的鲜味啊，是来自于鱼糕汤。哦，对，真的很鲜。然后其他的海鲜料呢，都是个别煎烤再弄上去，因为台湾人喜欢吃比较嫩的口感。对，其实西班牙人就比较瘦长。然后他们在吃的时候，其实就是在炖煮的过程，它其实就是会保有那米心里头还有一点微微硬硬的感觉。没有刚刚我想象中就是会这么硬哎，它其实吃起来还是顺口的，还是绵密的那个口感。当然，因为你吃的那个原味，但其实你现在可以加一点点的柠檬汁，味道完全不太一样。哦，这上面柠檬是要挤的吗？挤在你自己的盘子上。挤在我自己的盘子上。因为有些人喜欢吃酸一点，花椰饭，然后再淋上去。哦，所以应该是先挖饭再淋柠檬啦。对，我做饭。那我做一个正确的。好，这里头红红是还有放那个是番茄还是辣椒啊？红椒。红椒。多了一个更清爽的感觉。里面的海鲜料蛮多的，除了有你目前看到的小卷啊、蛤蜊还有白虾之外，里面还有放的蟹肉。蟹肉。还有鱼肉。你说炒在饭里面吗？已经在饭里面。增加它的香味。加柠檬之后，我觉得我可以吃更多。整盘应该吃得完吧。对，我觉得整盘就可以先端走。就算它是冷的哦，也非常好吃。但是因为老板刚刚他在煮的时候，他就说他先把饭先应该说炖好，之后他的海鲜是另外再放上去，所以就是真的是那个海鲜的口感是我们真的亚洲人会最爱的那一种，就是蛤蜊还有胖胖饱满的那个汤汁，然后小卷啊都还有它那鲜味，然后那个肉质的弹性都还在。而且我觉得这个海鲜没有做太多非常很抢它味道的调理烹调，我觉得他用非常清淡的方式来去做烹调，所以你在吃的时候，墨鱼它的炖饭的味道还是最强烈，还是它还是主角。真的耶，那你们的招牌厉害，这也算是这边很厉害的一个乳鸽。对，那等一下我们要先吃胸，先吃胸再吃腿，是不是？它两个风味会完全不太一样。第一个的话，它会比较带一点内脏的味道。哎，它的很切面很好看哎，对，就是粉红色的，粉粉嫩嫩的。我来试一下。那旁边这个呢？这是要粘的吗？还是？哦，没有，它是特别吃的。哦，这是什么东西？这是叫防风，就是一种长得很像萝卜的一个食材。它蛮特别的，它在新鲜吃的时候就有一点酸呀脆的味道。那但是它炸过的时候就像泥棒，所以这个是生的，它是熟的。我们把它做成泥的时候，就像马铃薯的味道。它的肉可以这么的嫩，可是有点内脏的味道，
我倒是觉得稍微还好一点，但是就是口感很像，口感很像是像腰花啊，然后腰花如果煮得很好的话，它就会很嫩，但是又很脆，有弹性的，对对对。可是它其实它的横切面其实没有太多油脂哎，可是为什么它吃起来会这么的顺啊？就是很嫩。而且觉得有点 juicy， 很多汁的感觉，可能就是我先生的功力了，算是烹调方式，烹调方式，烹调方式，它就直接用煎吗？对，我们就纯粹用煎而已，没有做其他烹，没有烤，都没有，没有，嗯，在调味上面，调味我们就是很简单的一点盐胡椒，就这么简单，就加一点盐胡椒。他们好像在这边，我觉得没有太多的新香料的感觉，我觉得他们一直希望讲求吃到食物的原味，这是我希望的。腿肉，这个肉感就比较多，就很像小吃小鸡腿这样。哦，像在吃小鸡，那我就不客气了，我就吃。你真的给我不客气，给我吃掉？没有啦，开玩笑。哦，我觉得它这个又更有嚼劲哎，更偏向鸡肉一点点肉，因为这个不太像肉，这个感觉超奇妙的，但是这个就是鸡腿肉的感覺，小鸡腿肉，小鸡腿肉的感觉，但是一样是。很嫩的，不会说它像鸡腿肉这样柴柴的，不会。不会，还是要她老公的厨艺。所以老公厨艺真的很厉害。你原本就是读着本科是做，我们就是半路出家，等于说我们在读书打工的时候就从事餐饮这一块，然后从服务生啊，还有洗碗工开始做。算是从餐厅，就是一些比较高级的餐厅开始从基层做起，然后所就是越做对食物真的是越来越有兴趣。然后你们的这一边，我记得说你们都是主要是用地中海料理的，对，因为我们是正统西餐出来的，对，所以我现在就是做的都是以欧式为主，对，加上他之前有去西班牙的米其林餐厅，所以我回来之后才有这个概念。前面吃到的都是有点塔巴斯的一个概念，对，七八来。因为这些从早上到现在吃到的东西都是需要排队的，对，而且可能都需要排了两三个月，甚至可能需要到半年，真的要非常的久。所以如果你们想要吃的话，赶快打电话。那如果想要知道更多在巷弄中的美食到底藏在哪里，每个礼拜天晚上7点请准时收看我们台湾百味哦，拜拜拜拜。